送装盘的时候，一定要找好你的构图，就跟画画一样，比例。比例。你看，如果把这个蛋糕放在这儿，这样放就很丑。那我如果把它这样转一下，那你把那个摆盘跟他们讲一下。哦。文章已经发布，承担老板如何奖励啊？以身相许呗。你人都已经是我的了，不行，以身相许太不走心了。不过你怎么回消息这么快啊？店里没有客人吗？最近店里客流量没那么大，生意还行。没有那么忙。啊，那会不会耽误你挣钱养家呀？养你还是没有问题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得去搬砖了。我要研究稳定工作好的心思。真没想到，在我女朋友心里，工作竟然比我还重要。那当然了，我好不容易得到我爸妈的支持，我不得赶紧努力做出一番成绩给他们看呀、啊！我得朝着我百万大 V 的目标努力前进。真稀奇啊，这是老大第一次上班的时候摸鱼吧？自从老大认识江思涵啊，他哪天这不偷懒的？我倒觉得老大这样挺好的，笑容一天比一天多。哎，这倒是，之前呢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甜品机器。哎，行了，你们赶紧忙吧，这老大好不容易谈个恋爱，这单身久了内分泌就容易失调，这是好事儿。这我同意，这我同意啊，是吧？恋爱使人面目全非，羡慕嫉妒，但是不恨。羡慕啥？单身狗们，晚上吃火锅去。吃火锅去。哎，走吧，你们。你是感冒了吗？你那个水晶球里的玫瑰花是怎么装进去的呀？就是那么装进去的呗，怎么了？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真的？噔噔噔噔，玫瑰。啊，这朵玫瑰，它从头到脚都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。我不是欠你一朵玫瑰吗？还给你。还有呢？啊，没了。真的啊？嗯。上一次你送玫瑰的时候，还搭配了一封情书呢。怎么写的来着？哦，山是山，海是海。别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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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求你了。我给你补一个还不行吗？你说的。今天这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玫瑰都有。那今天江大博主要是不给我写一封情书，是不是说不过去啊？我真是越来越期待了。我当初为什么要写情书？江思涵，我现在怀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。我都给你写了这么多情书了，你还是不满意。情书这个东西是靠量取胜的吗？班长，山是山，海是海，可是唯独见了你，
没有。你就是吃醋。写不写？写。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，你快看啊！这儿有个博主，有几百万的粉丝。他直播的时候爆料说，咱们店有大瓜。什么瓜？他说，咱们店之所以能够开得起来，还一直维持打卡第一的位置，是因为背后有资本的支撑。说的好像也没什么错吧？那玉姐不就是实力的象征吗？玉姐是实力的象征，这不假。但是你们不觉得这话就听起来挺别扭的吗？这有什么的？你还不让人说了？不是啊，他们无缘无故的攻击咱们，你们就不觉得这事儿有蹊跷吗？我觉得没什么吧，说明咱红呗，人红是非多。哎，你说会不会到时候凭我的颜值，咱一回吧？不是，颜值。哎，你们之前有了解过是个叫1000万的网红吗？这个1000万是出了名的臭嘴，经常为了流量做出没下限的事情。好多公司推广一早就把他拉黑了，但是因为他非常能颠倒黑白，口才好，在网上还是有不少粉丝的。我总觉得这件事不会这么轻易结束，你去想办法调查一下，看看他们背后到底有没有别的推手。好的，玉姐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哎，等等，记得让公关部盯紧网上，一旦有关于任何程木的消息，立即删除。好。有这么好吃吗？哎，我看了那个网红1000万的那个爆料，这店里不会有影响吗？他说的没有错，素一开始确实是拿我姐的钱做的，但好像素两个多月就开始实现盈利了吧，老早就还清了。哇，没想到我男朋友不仅有才，还有钱呢。有钱倒不至于，养你还是挺轻松的。你多好养活啊，每天一块甜品就这么乐呵。也是哈，不过我可不付钱啊。我尝尝。嗯。我爸妈看到网上的事情了，他们俩都特别担心你。他们知道我找到你之后，立马就发了个视频过来，跟我说让我不要骂你，要好好安慰你。他们不生气啊？你想看吗？涵涵，我是跟你爸在网上知道小城的事儿，其实我们早就知道小城的情况了。涵涵，我和你妈没问你呢，也是想让你自己准备好之后主动告诉我们。小程啊，你不用担心，叔叔和阿姨啊不会因为这个就对你有意见的。我和你阿姨见过你和小玉之后啊就放心了。这么多年你们过得不容易吧，以后叔叔和阿姨就是你们的家人了。小程，阿姨不知道你跟你的爸爸妈妈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可是我肯定的告诉你，这个天底下没有一个父母他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。以后啊，我跟你叔叔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。对，你们想我们的时候随时回来，你
放心，这个家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打开。你替我谢谢叔叔阿姨。以后呢，我的爸爸妈妈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了。所有的事情都在慢慢好转，对不对？你也一定要赶紧振作起来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永远永远陪着你。我愿意。你醒了，快过来吃早饭。来了。都是你做的。你尝一下。怎么样？不错。那就好。那如果让你给这一桌菜打个分，你打多少分啊？100分。100分？嗯。如果你下次记得把外卖盒子藏好的话。哎呀，看破不说破，反正呢，你要是现在才嫌弃我不会做饭，就已经太晚了。你可以一直不会啊，因为有我嘛。好，你昨天睡得好吗？昨天睡得很好，一夜无梦。那就好，吃早饭。我要你喂我。哎呀。